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食物链，我是 Alex。今天我们要来做醋味烤蔬菜，会用到哪些食材跟辅料呢？让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准备的时候，茄子去头，然后切成小段备用。青椒去籽，纵切成条状。那这个部分要换成甜椒也可以。小白笋一样也切成条状，之后呢就将它们全部摆在铺好烘焙纸的烤盘上，送进烤箱烤15到20分钟。烤好之后呢，把倒入碗中与事先准备好的调味料混合均匀就完成咯。别忘了要用干净的筷子分装在保鲜盒里，完全放凉之后再并入冷藏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在下方帮我点个赞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呢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9点都会有新的影片哦。我们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都有账号哦，可以用 Food Train 或是食物链来找到我们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